路口监视器画面拍下蓝色货运一影车高速行驶，路线却越来越偏，一直往中间安全岛驶去，最后竟直接冲撞号志灯。货柜一影车疑似下雨如路面打滑，不慎冲撞交通号志杆，造成交通号志杆倒塌，与多项之自小客车发生碰撞，造成自小客车驾驶颈部扭伤。猛烈冲击，剧烈摇晃，号志灯应声倒下，对向一辆等待左转的车辆，来不及闪避，遭受波及。车上驾驶颈部扭伤送医。肇事地点是在园林交流道下，正值下班时间，车流量大，秀峰局园林于现场冒着大雨执行管制。车祸意外发生在彰化县西湖镇元路路，一辆货运一影车疑似天雨路滑，车辆打滑失控，不慎碰撞号志灯。由于该处地点就在园林交流道下，警方紧急出动疏导交通。25号下午，彰化地区下起大雷雨，在永靖乡往园林市方向的中山路出现大面积积水，道路变水路，开车仿佛开船溅起水花，民众直呼太夸张。另外，在国小的校园也有发生树木倒塌以及机车骑士因为路面积水自摔案件，提醒民众雨天外出注意人身安全。民意新闻林文华彰化报道。